成员 Lucas 在被连环爆料渣男睡粉行径后，抛出手写信向大众道歉，并表示会暂停活动反省。原本在25日也和队友 Henry 以小分队回归，却因为此事中断一切活动，连 MV 都无法公开，让许多粉丝相当气愤。还有网友挖出过往他活动时的影片和直播片段，发现时常口不择言的他，经常让队友要在后面打圆场，直呼当他队友真的是倒大霉。我暗恋我们学校的一个男孩子，我还没有办法让他知道我的心意，怎么办呢？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会抓住这次机会，但是不好意思，我已经有了啊，就是他们啊，就是他们啊。其实也不该问我们，我们都没什么经验。对呀、啊，太难回答，对不起。真的，我们宿舍就七个男人，一只狗，一只猫。你问我？对呀、啊。Waiting for, waiting for. Yeah. 啊，左右的亲吻这。我认识谁哦？20년 뒤아니야아이따가아이따가만날수있지우리팬사있잖아맞아아무슨소리야여친구你这个蛮耐的，也不给蛮耐的。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说粉丝，但有网友挖出来对比爆料日期，若是爆料属实，这场签售结束后他就去开房间了。偶像私下竟是这般模样，粉丝该有多心寒呢、啊？